这是蓝图 LT843 模板，价格299，但是拥有699键盘上同款屏幕。开机之后默认显示的是时间、电量、键盘状态，第一次打开键盘的时候就能够显示时间了。可非常遗憾的是，键盘上显示的时间和北京时间就差了那么2分钟，离优秀就差那么一点点。但是比起需要强制连接驱动才能够显示的屏幕，我宁可要个能用的小时钟。有了屏幕进行各种功能上的调整都直观了很多，但学习成本有一点高，屏幕的黑边都快超过我 iPhone 的刘海。键盘基础配置方面有三模连接、全键热插拔、全键无冲、一段式脚撑、三明治结构。经官方确认， LT84 无线版在 2.4G 连接下有1000赫兹的回报率，有电压保护芯片，键帽是 ABS 键帽，字符开口，有的按键有毛刺，有填充棉，但是填的不够多，采用了海空轴，触底特别响，响到把弹簧音都给掩盖掉了。按键手感中规中矩，在刚开箱的时候发现左 shift 键有严重的歪斜，重新安装键帽之后还是有那么一点歪。 LT84 还有单模板，取消了显示屏换成了数字显示屏，价格减半，这样的性价比能够接受吗？